Hello， 大家好啊！这次我们要讲的主人公是 K9999， 相信大家已经知道 K9999 的正确发音是 K49， 这里我就不多讲了。这一期比起招式台词，我会把重心稍微放在这个人的背景故事上，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哦。按照惯例，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什么叫做 K49。官方资料显示，因为他是草剃精的第9999个克隆人，所以名字叫 K49。他这个 K 跟我们英超片的主角 K-Dash 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前两期有说过，古力查理度的名字是从法语的 Crazily 强行变成英语的 Crazily 的，并且他一直以为 K 是自己的克隆人，却不知道事实正好相反，他反而是 K 的克隆人。至于他为何对 K 怀有恨意，我猜可能是 K-Dash 这个名字吧。Dash 有超越的意思，那么 K-Dash 这个名字岂不是有超越 Crazily 的意思吗？也难怪经理会记恨 K。 然而 K-Dash 的 K 真的指的是 Crazily 的吗？当然不是， K 指的是 Q。 于是我们可以推理出 K-Dash 这个名字真正的用意，一方面是英朝希望这个改造人在战斗上能够超越草剃精，另一方面是 SNK 希望 K 作为英朝兵的新主角能够超越前一任的主角 Q， 给 SNK 带来新的辉煌。顺带一提，库拉的英文 Kula 不但同样是 K 开头， Kula 的日式发音 Kula 在日本则是空调的意思，再把 Kula 这个日式发音还原成英文就是 Cooler 制冷气，还真的是很对应库拉的能力呢。 SNK 也真是一个爱玩文字游戏的厂商。好的，我们说回 K49， 英朝有两种人形武器，一种是改造人比如 K-Dash， 另一种是克隆人比如 K49。K49 一直以为自己是改造人而不是克隆人，于是他对另一个总是被别人拿来与自己比较的改造人 K-Dash 怀有强烈的恨意。只可惜 K-Dash 没有把 K49 当作敌人看待，甚至可以说没有怎么放在眼里。虽然 K49 是因为英朝组织的命令在拳皇灵异中登场，但他从始至终也没有真心的为英朝干过什么事。在这点上不如说跟 K-Dash 反而有点像， K-Dash 一直在寻找自身的记忆，而 K49 一直在寻找自身存在的价值。在官方最后提到的 K49 的下落是，他在和 K-Dash 和库拉的战斗后去向不明。当然真正的原因我们都知道， SNK 在创造 K49 这个人物的时候，基本上可以说全盘照抄了大有克洋的阿卡丽，不是阿卡丽，阿基拉中的铁熊。本来你用了一样的造型，一样的性格，甚至一样的莫名其妙对主角的憎恨，一样的声优，一样的台词就算了，在没有剧情的零和中竟然还要和李草剃玩起阿基拉里面的名台词，可以说是花样作死。这也可以侧面的说明为什么 SNK 坐拥拳皇这么优秀的游戏却总是在破产边缘疯狂试探了。さて、どうする？実用！バレろ！がっかりさせる。先の知恵は？ガキどもてめえも行っちまえ。だめだ、勝手に。ああ、うざい。なに、撃ち殺してやるぜ。さて、どうする。你看，日本人又把最重要的主语省略了。日语就这点最讨厌，明明主语最重要，他们还喜欢省略。さて、どうする？那么怎么办？虽然他没说主语，但是我们可以从动词推测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さて、どうする？行くよ。之前我们有说过，行く是要去了，那么行ってろ就是行く的命令型，你去，あっち只是指明了一个方向，那一边，所以就是你往那边去。当然了，这里的行ってろ换个汉字也有可能是行ってろ，翻译的白话一点就是滚一边去或者死一边去。这几句比较像我们放在一起讲，我勒咯，裂开吧，くちゃげろ，碎开吧，うるさい消えろ，你好烦啊，滚开啊。英朝出品，文盲精品。我勒咯，くちゃげろ。がっかりさせんな。叫兄弟来的时候丢的不行，がっかりさせんなよ，别让我失望。我倒要看看别人叫你的时候。丢丢丢丢丢。がっかりさせんな。ガキども、
1万円下来了勝手に、啊、由于他这三个超必杀台词实在没什么好讲的，我就放一起简单的说一下。第一句ガキども、你们这群小屁孩。第二句てめえも1万円，你也给老子去死。第三句力が勝手に，力量他擅自，主要是 SNK 太喜欢玩 Akira 的梗了，导致 K4Night 的台词几乎都是从 Akira 中照搬过来的，这样就显得有些台词很生硬，比如ガキども小屁孩们。拳皇中能算作小孩的角色可以说屈指可数，以库拉为分界线的话也就包和库拉两个小孩吧。还有谁？蔡宝剑吗？ガキどもてめえも一万円下来了勝手に、あうざい、撃ち殺してやるぜ。これはこれも俺の力なのか。風が出てきたか。ちゃんと痛えじゃねえかよ。よっ。警報ナインはまだ子供だからにゃ。俺だっていつまでもやられてんじゃねえんだよ。あっち行け。来てみろ、ハエども。キーキー悲鳴を上げさせてやるぜ。いてろ。いつも通りにね。うん、わかった。うるさい、消えろ。そんなんじゃ上に可愛がってもらえないわよ。うるさい、俺に命令すんな。がっかりさせんなよ。舐めてんじゃねえぞ、てめえ。那么这期 K4Night 的所有台词就结束了，但是这期视频还不能就这样结束，毕竟我也要让大家理解一下大友克洋的愤怒啊。接下来就请欣赏 SNK 的作死环节。ガキどもだな。ガキどもバレろバレろ、これも俺の力なのか。これも俺の力なのか。うるさい、俺に命令すんな。さて、どうする。さて、どうする。でも俺だっていつまでもやられてんじゃねえんだよ。俺だっていつまでもやられてんじゃねえんだよ。素手で勝負しろ。素手で勝負しやがれ草薙。三をつけろよ、デコスケ野郎。金だ。三をつけろよ、デコスケ野郎。这么明显的抄袭，也难怪 K4Night 就此被神隐。希望 SNK 拳皇15做得好一点，努力开辟一下中国市场，然后找大友克洋买个版权，让我们有朝一日还可以再见到 K4Night 吧。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。坏消息是后天我要去日本了，所以要断更10天，想看下一期的同学可能要等稍微久一点。好消息是去了日本我可以拍一些 vlog 给你们看啊，虽然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拍的，但还是会拍啦。或者你们有什么想让我拍的，可以发弹幕或者评论告诉我也可以啊，就不要让我去拍什么风俗店就好了，因为我没有机，我没有那个胆子，所以是不可能的。视频的最后，希望大家送上你们的葵花三世支持一下我哦。好了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要去上天文课了，再见。